耶！莱恩瑞搬进来了。那莱恩瑞看起来就是，今天有流星哎。啊，好。他看起来好像就是很有钱。哦，虽然他行李家具都还没摆出来，但看起来就是有钱人家没错。期待你搬进来啊！酷炫新家。嗨，初次见面。对哦。妹妹来了。第一次呢，都是变身棒嘛，对对。当初还觉得变身棒哇，真是个梦幻的东西，谁知道后来出了那么多款。哦，今天是龙克斯。之后再说了。龙克斯，今天是龙克斯来，可以请他做海蟑螂。我好像没做过海蟑螂哎，万来请他试一下好了。然后今天的课题呢，就是抓三只海蟑螂给龙克斯。哦，多少钱啊？我需要。哦，太贵了啦！这是接近半价了吧？好吧，那我就买喽。所以软木布告栏好像只能贴在自己房间里啊，就只能加快乐家协会的分数，不能加岛上的分数、啊。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已经找了半个小时了，海蟑螂呢只有抓到两只啊，有这么难抓吗？哎，再出来一只嘛。有啦，终于有啦！嘿，耶！哇！龙克斯跑去哪了？这里。流星。哎，有。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作品。好，我知道，你要做模型，对对。好，来，我要定制作品。对，这个海蟑螂，哎，还真的可以做啊。哦，真的吗？让你兴奋了吗？拜托你啊，这可是我花了半个小时抓来的。太好了，我们一起来期待海蟑螂会长什么样子吧。因为我自己主账号呢也没有做过，所以我还真的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。嘿，你好，你好。提高评价。哈，都你在讲。对啊，都要靠我的。总会有办法的，不是吗？好，那我就来问问你。参加典礼，今天有什么典礼好参加？
哦，露营地哦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上次没参加，居然可以现在再参加吗？好啊，赖恩瑞也在哦，第一个露营地的挑战者。哎、欸，看不到人啊，看不到人啊。哎、欸，哈哈哈哈哈，哈，耶，我要笑死了，我要发表感言吗？给我点镜头，给我点镜头，好不好？拜托。看不到我自己啊！这要留恋什么啦？哟哦，耶耶！我看得到赖恩瑞的耳朵，然后我不知道阿姨在哪。啊！天哪，我没有参加过这么空虚的典礼。要做什么好呢？转按 K， 耶、yeah ！提升评价，耶、yeah ！增加移居者，好，就是要靠我了。嗯？啊？哦，使用 Amiibo 是不是？虽然我也有 Amiibo 卡哦，但是呢，这次我有个目标是想要收集猴子岛，我要组一个猴子岛啊。我 Amiibo 的猴子好像只有远人而已，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哈哈，对啊。真的假的？你都听什么？哈哈，这是什么？耶、yeah ！双卡带收音机吗？好，我来看看阿姨给的。哦，居然不是红色的，嗯，好普通哦。放在七七家前面好了。现在有的歌太少了，将就点。哎呀，阿姨，今天下雨耶，撑伞。找你聊天啦。哦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来我这边开店吧。啊，怎么今天又卖这些？哦。有这个哎、欸，万圣节的衣服哎、欸。哦，我虽然很喜欢这个鞋子，但怎么是紫色的？好像不太好配哦。但还是买一下好了。哇，又要没钱了。不用了，先这样子吧。赶快来我这边开店吧，你。再来礼数，终于可以来换这个8000点的口袋。耶！终于可以多放一些东西了，太棒了！那剩下还有7000点。我想要来买个头发，时下最热门表情图鉴，这个好像需要先买哦。耶、yeah ！来买这个缤纷头发造型好了。虽然我要的头发在这里面了。哟，太好了！噔噔，哎、欸，其实金发也蛮好看的、欸，还是呢，
我来换一下好了，让它长得跟我的主要角色差不多，但是又不会差太多。变金发碧眼了，好，这样观众应该就会看得比较习惯一点吧。嗨，哇哦，豪宅啊，豪宅，哦，还播这种音乐 ，KK 波雷格，哇哦，按摩浴缸，古董床，然后这边还有冰箱，豪宅啊，艾莱恩瑞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没有要用。你在做什么？哈哈，铁板地板。好，拜托你。我记得自恋系的都会教一些蛮高级的东西哦。哇哦，还可以开灯，但可惜进不去哦，好想进去泡哦。在平安夜来之前呢？我是不是应该再把岛上布置一下呢？虽然我可以做的东西很少，特别是圣诞的家具哦，因为我的狸猫商店呢也还没变成完全体哦，所以呢，它没有在卖那些季节贩售物，就是一些玩具啊什么的也买不到。天啊，怎么有灵骨啊？今天卖的东西也太用不到了吧？没有一个想要买耶，天哪！哎，你们有听到吗？因为外面在下雨，然后那个屋顶的水声好明显哦。那现在这边是铁皮屋，你们有听到吗？那个咔咔咔咔咔，应该说雨滴滴在那个打在铁皮屋上面的声音。啊，辛苦你们了，赶快改建吧。好的，哎，琪琪戴眼镜呢，好适合哦。我没送你眼镜，你这样戴起来哦。他把书放回来了，太好了。然后呢，今天送礼比较不一样的是，之前我都是送那个梨子五个一组这样的，那今天呢，我又多了两颗，七个一组哦。所以收到的回礼应该会更好一点的吧？对啊，雨下蛮大的哦。来，送我好一点的家具吧。这梨子哦，梨子礼盒哦，海洋水晶球。好吧，好吧，这是好东西吗？好哦。我希望我有礼物可以跟你们交换哦。海洋水晶球应该可以装饰在这里吧？真的，勉强了。哦，火鸟在家哎，难得火鸟在家，爱火鸟，让我听听你家热情的音乐。哎，我说你的音响呢？为什么不摆出来呢？火鸟。我送你积木音响不是吗？他跟阿姨一样都不把音响摆出来。哇，我站在这里可以听到窗外的雨声呢。来，火鸟，火鸟，火鸟。来来来来来，我送你积木音响，你怎么不摆出来呢？是桃子哦，对吧？长版衬衫连身裙，我要再次的来怀疑火鸟的品味。好了，意外的蛮可爱的。你确定要送我这个？欸，上次送他的衣服，他挂在上面了。天哪，火鸟的家，这个墙感觉。加上外面在下雨，就好像发霉了一样。哇，真想送他除湿机啊！哦，这边有昨天许愿掉的。怎么啦，阿盼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哈哈。不是吧？
不是吧？哎、欸，我的岛现在才住几个人，你现在就要说要搬出去，是怎么一回事？啊？阿帕，你才刚搬来几天呢、啊？我不希望你搬走哦。对啊。哈。我都还没拿到你的照片，你怎么可以走呢？哦哦，有气球飞过来，来给我收下礼物。哈哈。花纹 T 恤，花纹 T 恤不就你身上穿的那个吗？对啊，就阿盼身上穿的异色版。阿盼怎么会想要走呢？这合理吗？这合理吗？这游戏才刚开始没多久，不是吗？而且我也没有调时间什么东西的、啊，为什么他现在就想要走了？奇怪。哎、欸，请收下这个吧。来，你看看。梨子哦，有好一点的哦，连身短裤。啊，没有家具呢？哈哈哈！阿姨，你是认真的吗？跟我眼睛的颜色很搭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这样子想？我真的是会被动物们的品味给笑死。剩下小桃了，小桃不知道跑去哪里哦。嗨，小桃，你在这里？我找你找很久哦，赶快拿去，给我好一点的礼物。桃子，桃子，小桃送桃子，蕾丝衬衫。不是吧？你怎么都喜欢送一些蕾丝的东西？哈，哎、欸，但好像比阿姨送的那一件好一点，应该说好很多。嗯，好吧，就将就点穿吧。啊哈，对啊，是我捐的、哦。嗯。我很伟大吧？这个岛全部靠我。嗯，好，这个就是难得一见的约会场景。我跟小桃的约会。耶、yeah! ！我也有变身棒了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并没有好看的衣服。那我们现在目标呢是要把自己的岛用成三星哦。我先来问一下西施会，我现在是不是 2.5 颗星了？哈哈，对哦，赶快赶快跟我说一下。嗯哼，嗯哼。发展度、自然及魅力三项的平衡哦。啊哈！现在只有一星。哈！不是应该至少有 2.5 颗星吗？啊哈！所以是谁？好吧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出岛找居民了。但是呢，我现在的里程，我现在里数只有3580，然后呢，很悲惨的是，我这个账号也没有那个买。Nintendo Switch Online 哦，所以我也没办法，出岛寻求别人的资助，我就只能靠我自己的主账号。嗯，
除了人数之外呢，再就是增加家具的部分啊。那树很多嘛，树都把它留着的话，应该自然景观分数也会不低吧？应该吧？还是一定要种花才行呢、啊？那以现况来说呢，当然我还是要努力的跟居民打交道，收集 DIY， 然后从他们身上获得回礼哦，这是我目前有办法自力更生呵呵自力更生的来获得家具的方式哦。然后我要来公开一下海蟑螂的模型长什么样子、啊。噔噔，比我想象中的小了一点。哦，好了，跟原始比起来也是很大只的，好吧，好吧，我以为他会做的超级大只的，害我有点小期待。那这种海蟑螂的东西呢，就丢在。人家商店门口好了，人家看到一间店门口有蟑螂呢，一定会很想进去哦。好，就这样子。那我有个想法，就是，既然呢，我目前可以用的家具很少。那我就是尽量努力的用自己画的设计来让自己的岛变成三星哦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